他们有权利来拆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个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，我在这边事实性的存在，我等待他们来，赶着就来。小姐，拿手机好不好？你别搞，你快讲，我没跟你骗，错，你不要动我，你不要动我，你不要动我，我现在跟你那个，哦，来，赶快了，放坐了，这边走，小姐，那个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走了，走了，我们这边走，赶快放坐了，好，走，我们这边走，哎，挡着，我们这边走，手牵手挡着，挡着了，手放手，手放手挡住。来来来，好，先干。速啊，动作要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就好。哎，你动了吧？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河水它可能是带来，我们要河水。好，河水走开。这是危险的吗？对，我打。对，都放开。放开，放开，放开。好，放开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嘴巴了。救护车，救一下。大家叫救护车吧。我说点闲话，等会叫救护车。叫救护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有流血啊？没有，这里流血啊，都流血了。对啊，这里有流血啊，打这里啊。他是用拳头，用拳头忽然转过来，拳头把他打下去啊。嗯嗯，对啊。是魏明的吗？